要来害死，你为什么要害伊？这不是我害伊的，这是伊家己选的。对啦，我有答应伊要救因两个，叫两包药啊。你给他们两个吃下去以后，他们的病情就会减轻不少。要不过如果要完全好起来，这就要看天。哈哈哈哈哈哈。云转呢？没关系，我来买。我是村长，你一定会买我。别去了啦，曼转。现在大家都在放炮庆祝，你若是看到，敢若加伤心的啦。我嘛真后悔，当年我为了贪图荣华富贵，来放生恁母仔仔。我唯一的希望，就是希望主人会当叫你一声阿爸，那安尼我的委屈。那拢嘛算啥？即马即个希望是永远拢无可能会达成啊！村里，这场瘟疫绝对要恁所有人拢死掉了。文才，你袂当安尼！文才，你想做咩做？你先别走，总算让你发现了。文才，我就是最近发现你的行为举止拢足奇怪，所以我才偷偷甲你带来。想袂到你竟然下毒，踮在古井内底，你想要毒死规庄头的人是无？文才，你哪当做这种代志？因为我唔是新文才，我就是让恁拍无死的乌狗精。这是多位，我在底下。丹顺林，丹顺林，你的时辰已到，随我来。我嘛，我嘛对得起，我无什么事。慢点啊！哎呦，死就死啊，啥物好哭的啦？这声音，赛华德，真是是你？是安怎你的底下？嘿嘿嘿嘿，唔免问我啥了，同志啊，我不是拢在甲阎罗王抢人，一条黄蛇咯，我嘛惊透透啊，算真实。你不是在甲阎罗王抢人对无？那你是咪表示讲？你有才调叫我出去，让我离开这，我拜托你，敢叫离开这所在好不好？我求你，我甲你拜托啦。我知影我之前个无相信神，那是因为我天气，我已经知影我唔对啊。我想，生命嘛是希望做唔对的人，会当悔改，敢唔是？啊，较惊一个黄泉路，话甲变甲遐尼搞讲，是唔知影讲真个啊，讲假个吼。阿母，明珠，我回来了。你无死？我嘛叫是讲我已经死啊。啊，哪会知影伫个黄泉路的路上，我拄到赛华德啊。啊，伊讲上帝讲，佫愿意给我一遍机会，我唔知我得活过来。大妖嘞！七七宝剑在此，今仔日我就代替上帝讲，把你这妖魔鬼怪除掉。你心当袂记，我今仔这身躯是你的小弟嘞。你若想要抬，做你来啊！你唔敢动手，那呢，你就卖我对你无客气。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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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孙林啊，你甲上帝讲跋杯，只要跋有三个圣杯，我就教你要怎解决瘟疫的代志。地主陈尊林已经代替陈五，愿意做任何的代志来弥补过去所做的罪孽。希望上帝公会当予地主陈尊林搁一遍的机会，将功赎罪。真好，真好，三个神杯啦！看你这么诚心诚意，我就教你要怎解决瘟疫的代志。首先，就是要有马油金。无，迄个四千剑是宝物。赛花头，我家教你啦。也够，我把厝内底土地全部拢捐出来，和上帝公起神庙。这支七千剑原本就是上帝公要让你拄着乌狗才用的。即卖你甲行道回来，嘛是理所当然啦。安尼啦，我着替上帝讲，甲这支剑收落来。啊，若是讲恁家迄块地是出顶好王位，关乎上帝讲起神庙，日后会赢一定会出高官，做好地方。即卖买药金有啊，就敢那差药印啦。这块石头就是药印。孙林，你起来。这个药引需要好主的血，伊就会生出草菇。只要把这草菇浸水，安尼，大家人的病都有救了。我愿意用我的血来浸草菇。